为了要有效管理废弃物，环境部推动资源循环促进法立法，今日邀请业者来讨论，未来废弃物必该何做废弃资源，未必针对产业责任文排出者哦，扣这资源循环促进费，按算八明年吼，明年二月时阵有个草案。大量的螺丝从等离农地、渔船啊等所在污染环境，为着要避免会当再利用的物质从恶被弹，环境部要推动资源循环促进法的立法，将来废弃物无阁分作是一般甲事业废弃物，全部拢统一名改成废弃资源，将来卖公告产业责任物，对排出者嘛，就是业者来征收资源循环促进费。资源循环促进费这样子一个财务工具呢，来推动这个再利用产品呢，提高它的市场竞争力，让这个产品适才适所。将来有啥物产业责任物，嘛就是废弃资源会从征收费用的。环境部表示，像螺丝、无机的污泥等项目，会过来评估非法恶被弹发生的状况，再利用的情形，再来公告项目。收来的钱会补贴好好好使用这些物件，造成再利用产品的业者。这个额外有绩效的，我认为是要一些多奖励，哈，这个奖励不见得一定要拿钱出来，哈，就用一个计点的方式鼓励大家守法。这届立法嘛，强化刑责，那污染环境刑责会提悬到七年，非法弃置农地或者是环境敏感区会加重罚金到2000万。另外，卖健全管理工区，那讲唔是超过伊的小违规，会先用计点方式警告改善。那讲违反的经济重大事业的停止，嘛来追回已经得到优惠追缴不法的利得，将来罚金加不法利得来平衡，彻底剥夺不法行为人的利润。记者林建辉、王兴中台北报道。